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大家跟住我一齐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。 此从今日乃至名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中尊，阿舍利全念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名存。 皈依佛陀，两足尊尊；皈依达摩，离欲尊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尊尊。阿舍利，全念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尊尊；皈依达摩。 离欲中转，归依真剎，追众中转，请睇大经科注第五百六十页，五百六十页，我哋从第五行第二句金剛《金刚经》若从呢度睇起，《金刚经》若。 以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受者，修一切善法，依真谛无即无四相也。修行，无论。 在家出家唔明白教你唔得，就系、是、经教喺我哋呢个时代，佛陀嘅没法时期，没法仲有人讲。 仲有人听真修行嘅人好少啦，咁就系没法，没法到而家，亦好似一般社会状况咁，衰到极处啦。 世尊的末法时代在这里好少见到了灭法呢，反而见好多。灭法是什么冇佛法了有佛法个样，冇佛法的实质，实质。 就系经教，认真从经教里面去吸取养分嚟培养自己，所以经书唔读唔得。金刚经上嗰四句好啊。 嗰四句我哋能做到就入门啦，四句做唔到未入门，喺门外。佢系《金刚经》前半部讲嘅破四上」，后半部畀佢告破四件呢度系。 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修一切善法，破四见，咁系发生菩萨，系如来正法，唔系末法，正法有讲经嘅，有听经嘅。 有修行嘅，有正果嘅，呢四种通通具足是正法。冇真修嘅，冇正果嘅，仲有讲经，仲有听经嘅是没法。我哋点从没法？ 提升到像法，我哋就有救啦。真正有救，真正有成就，喺一切法门中，确实就只有净重。信缘 持名信愿能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就系正法。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未听过有像法，有末法，未听过。极乐世界系正法，而且永远系正法。 无衰无变，永远系正法。我哋要争取，咁先系真嘅。如果唔会往生，仍然搞六道轮回，轮回系假嘅。但系假嘅真苦啊，好似发恶梦咁。 恶梦确实唔好受，醒咗知道佢系假嘅。我哋如果往生到记录世界就醒咗啦，回头再睇下以前六到十八界全系假嘅。呢部经常同我哋讲点修一切善法。 一切禅法系乜嘢？就系、是、平时讲嘅三规五界十善。喺中国五伦五常四为八德系禅法。实际上同佛法。 讲嘅冇差别，系一唔系二？五常就系五戒，唔杀生、人,人，仁慈啊，唔偷盗系二。 唔邪淫系礼，唔饮酒系智；唔妄语系信，仁义礼智信就系、是、五解讲嘅名词唔同，实质完全相同。 能讲我哋老祖宗唔系佛菩萨再嚟嘅咩？肯定系嘅。洞房呢个族群嘅人自古以嚟就仁慈有爱心，呢种爱心就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应感应。 道教啊嚟呢个世间示言教化众生，身行言教圣言，佛菩萨所教嘅，佢自己本身全做到啦，身心清净，一尘不染。 咁破四相个样就俾我哋见到啦。修善要放下四相，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受者，呢种系咩心？清净心。 修嘅善真善啊！我哋凡夫亦修，但系有我、有人、有众生、有受者。我哋修嘅善就系依照佛经上讲嘅戒律讲嘅去修世间善法，果报喺人天。 出唔到六度呢种情形唔知唔得㗎。咁直中得本以真谛魔就系无四相破咗四相啦。直中得本者，修一切善法也。 一切有利于众生嘅善法都应该收集学习。我哋喺呢一生中遇到一个修一切善法嘅缘，缘唔容易遇到。呢一切善法系乜嘢？ 将再讲嘅为往圣继绝学，佛法里面讲嘅作诸佛为名，呢种系乜嘢？ 世出世间大圣大贤嘅法脉，如果冇人继承，会喺呢个时代断绝喇。真嘅，如果断绝咗，问题就严重喇。后面嘅人就冇福喇。 所以发大心呢个系乜嘢大心？做声做言嘅大心，做佛做法身菩萨嘅大心。点修法？依照经典《金刚经》嗰四句去修。喺中国。 喺目前，世出世间嘅泛墨，通通集喺文字学上。文字系经教嘅载体，而家冇人学文字学啦，冇人能深入经藏啦。 我哋发呢个大心嚟提倡文字学扎根教育呢种系大事，唔系小事。呢种系修一切善法，世间一切圣言经教。 是用文言文写出嚟嘅，出世法里面三藏经典亦是用文言文写落嚟嘅，再看相同，世出世间法嘅大根大本。 所以我哋希望喺呢个时代要出几个许神文字学嘅大家，世出世间法咁就放光啦！呢种系大事，唔系小事。 呢种系诸佛菩萨所赞叹嘅，大圣大贤所赞叹嘅，希望年轻人要發呢个大心，逐佛为命，就系为往圣继绝学。我哋要将呢件事情。 当做我哋呢一生第一件大事去做，能唔能做得好？我勉励同学，你一定能做得好。点解啊？真正犯呢种心，祖宗保佑你，忠臣。 保佑你，人间搵唔到人帮你，有或众神唔保佑你嘅冇啊！使唔使受苦呢要受苦，点解啊？苦系考验你自己坚固嘅信心，你受唔住考验，就被淘汰啦。 咁唔系佛唔保佑，系你受唔住考验。考验你嘅就系佛菩萨，亦有妖魔鬼怪。妖魔鬼怪希望犯矛斷，你哋啲人都去地狱。佢嘅目的系呢度。佛菩萨保佑你，经得起考验。 关关通过，一帆风顺，你成就了你的成就世出世间圣贤发脉得以延续，不单止延续，仲要发扬光大。你度几多众生啊？度全世界的众生。 你话呢件事情值唔值得做？嗰啲苦难我一个人承当，我唔怕。再辛苦，我亦要突破，我亦要坚持，我绝唔放松。 然后佛菩萨先同你铺路，你先能一帆风顺。如果冇佛菩萨照顾，破坏嘅人、妖魔鬼怪太多太多啦，喺边度？就喺眼前。 边啲系妖魔鬼怪？左丘明讲得好啊！你睇喺左转度，人气常则妖幸。你睇而家社会，人将五常抌咗啦，学佛将五戒抌咗啦。五戒系乜嘢？杀到人网走？ 五常系仁义礼智信，无啦，不仁不义，无礼无知无信，点好？而家社会系咪咁？乜嘢系要？咁就系标准啦。能守五常嘅系人。 系天人、人天、五常，通通抌咗嘅呢种系妖魔鬼怪。睇得清楚，睇得明白，但系妖魔鬼怪喺我哋佛弟子心目中系乜嘢？本来系佛。 唔可以轻视佢，唔可以唔恭敬，唔可以唔供养，只系唔好行佢条路。要发心影响佢，等佢回头。佢回头，佢就系佛菩萨。点会做呢种事情？迷得太深啦！ 迷得太严重啦，迷得太离谱啦，先变成咁样。我哋同佢来往，仲要尊敬佢，尊敬佢系出于真诚，唔系勉强。点解啊？我哋醒过嚟啦，醒过嚟嘅人系少数。 迷喺里面嘅系多数，少数要影响多数，等佢哋回头，冇佛力加持点得咧？绝对要有佛力加持，佛力加持就系你意想唔到嘅缘分，你会遇到。 你认识你能掌握得住，唔俾佢空过，嗰啲系你嘅助缘，我哋嘅愿望就达到啦。我哋嘅愿望系佛菩萨嘅愿望，我哋嘅愿望系一切众生嘅愿望，唔系我个人嘅个人，我哋只希望。 求生净土，求生净土，万缘放下，咁就系即种得本啦。 直者种植也，比如种植德系乜嘢？德系善，简单嚟讲，符合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嘅呢啲系德。中国古圣先贤嘅德，符合。 佛菩萨俾我哋嘅经典，经典里面所立嘅标准，界定为三学、五戒、十善、六和六道、普贤十元 具足啦！呢种系德，呢种系善啊！起心动念冇违背，言语造作冇违背，呢、这个人就系直中得本。 佢喺度种植得本念老喺呢度同我哋讲，诸善万行之功德，用佛法嚟讲，就系十善业，十善业绝对唔可以睇轻佢。 绝对唔好将佢睇得太容易，亦唔好睇得太难。只要我哋肯做，十善业道系根本戒律嘅根本。喺小城，佢展开。 就喺阿罗汉所修嘅三千威仪，十禅展开归立起嚟就系十条，喺大城菩萨展开成为八万四千善行，八万四千呢个数字系代表圆满。 唔好将佢当成数字嚟睇，当成数字，八万四千唔多，中唔到十万，代表圆满。所以无论大成小成，中门、教下、显教、密教，释迦牟尼佛。 传授嘅八万四千法门，都以十善业为根，通通建立喺十善业道嘅基础上。所以正业三福头一条，你睇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 三福第一条系世出世间修学嘅大根大本，道业成就唔到，毛病出喺边度？肯定十善未做到，十善做唔到，佢嘅善系假善，佢唔系真善，真嘅系乜嘢？ 佢嘅贪嗔千萬而断唔到，呢啲系念头，唔善嘅念头，唔善嘅心，口业身业肯定系怨恨恼怒烦，心恶啊，假嘅唔系真嘅。 我哋要真做嘅，对恶人唔好有怨恨，唔好发脾气。系恶人，恶人亦系佛，本质唔坏啊，只系迷惑咗，迷惑要原谅佢。 要帮佢回头，咁就系菩萨。我哋要学菩萨，掌握住根本诸善万行之功德，为佛果大国之根本者。 称为德本，我哋正中同学行门嗰五个科目就系德本、正业、三福、六和径 三学六道普贤十愿，就系、是、呢五课好好记嘅，太多记唔住，记唔住点能做到？我哋就掌握住呢五条，呢五个科目。 念念唔好忘失，时时刻刻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同呢五个科目相应。呢、這个人真正有得。 我哋唔好睇人哋，睇自己，自己有冇将呢五科丢失咗？下面就讲到位啦，由万德之根本。 称为德本，依是而故阿弥陀佛名号体具万德，名照万德，故曰德本。咁系咩念佛啦？要懂啊！如果你念佛人违反咗前面讲嘅， 讲五课咁佛百念啦，呢、這个佛有漏。咩叫漏？前面嗰五个科目冇遵守，你念佛嘅功德漏咗啦，冇存住，全漏咗啦。 漏系烦恼，跟住烦恼漏咗啦，功德无啦，咁好可怕。呢种事情好常见，最重要嘅，我有冇反省？我有冇漏到？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漏咗啦。 呢种唔係小漏，系大漏。孝亲尊师系根接根，本接本。受成敬从边度受？就从呢上面受。印祖讲：一分成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成敬得十分利益。 诚敬嘅心用嚟对父母、对师长，然后用呢种诚敬嘅心对一切众生，呢种人哪有唔成佛嘅道理噶？ 所以念呢句阿弥陀佛就系即众得本，点解啊？我哋讲五个科目，三福六和三可六道十元，十愿都喺呢句阿弥陀佛名号之中。 所以呢句佛号系一切得本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我哋念呢句佛号有冇得？边个念阿弥陀佛具足众得？ 有啊，海贤老和尚嘅阿弥陀佛就是具众德。我哋睇下亲近老人嘅嗰啲人，传信息给我哋，同我哋讲的 老人真慈悲，老人真嘅舍己为人，佢做到喇：开放种植粮食、蔬菜、水果。 救人嘅，佢唔卖钱。边一家缺嘅，佢送到家门，欢欢喜喜，一生冇同人红过面，未发过脾气。 去边度揾咁嘅人啊？佢做俾我哋睇，就系同我哋讲，好似咁先系弥陀弟子，好似咁先系一个释迦牟尼佛嘅学生。我哋读经。 未能依教奉行，嗰部经白读了读经两个目的，一个接受佛陀嘅教诲，一个是修禅定。修禅定经文从头到尾读得清楚，冇读错一个字。 冇独漏一个字，咁系修定定耐咗，豁然开悟，咁就明白啦。呢、這个明白系一切法通通明白，一经通，一切经全通啦。然公老和尚讲：，我乜嘢都知道。 咁就係开悟啦，读经就係持戒，呢个持戒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，同金刚经上讲嘅相形定。定耐咗。 话唔定喺咩缘分豁然开悟啦，嗰个时候无尽嘅感恩啊，你会去拜佛，感谢佛菩萨嘅。 大恩大德，你回头啦！你从边度回头？从六道回头啦，从十法界回头啦。咁一回头就系无上正等正觉一个方向。 一个目标，向无上菩提大道迈进。城中同学更殊胜，有阿弥陀佛嚟帮助你，嚟照顾你。你喺极乐世界修行。 记录世界纯善纯正，冇唔善，冇厌恶习气再重，冇完，唔起言行，佢系修行最理想嘅地方。 佛菩萨为我哋示现，我哋要记住有百善而无一害。佛菩萨系世间第一等好人，我哋要信得过佢，佢万缘放下。 一尘不染，我哋要向佢睇齐高场。如果真正世间嘅大富长者、虔诚嘅佛教徒。 我劝佢哋喺道场共众修行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好啊！道场成立，你仲喺度，你就护持道场；你唔喺度。 将佢成立一个社团法人，揾几个董事嚟管理，符合国家嘅法令规章，由政府嚟保护。咁道场唔属于某个人嘅，係团体嘅好啊！ 自己后生，体力好好，咁就可以用呢个方法借用。你需要十年，我就借畀你十年；你要二十年，我就借畀你二十年。你唔用嘅时候，唔如法修行，我就收翻道场。呢个系我嘅私人财产，好啊。 呢种系菩萨行、菩萨道啊，唔系孤寒。呢种系负责任，唔系一味如此唔负责任。我供养你哋自己好好做，做唔做同我冇关系，咁唔可以。佢如果唔预翻，我就收翻。 遇法我就俾你用，无限期俾你用，等你安心办道，成就你嘅道业。呢种系有智慧，冇智慧喺度富丽堂皇嘅道场害人。佢唔住喺嗰度，佢有警觉心。 念念仲想求往生，仲想了生死而出三界，住喺嗰度太好啦，唔想走啦，将六道轮回都忘记咗啦，帮助佢造业，你使唔使背因个责任？ 起庙，嗰间庙如果冇法，因果责任就大啦，唔细噶，唔知道唔得噶。我到晚年先明白释迦牟尼佛一生点解会唔起道场，冇呢啲弊病。 起道场肯定有问题，因为你嗰个僧团里头唔系每个人都系在来人，冇可能。在来人不过就几个，仲有好多系薄地凡夫，业障烦恼好重嘅人。 真正明白嘅并唔系多数，呢种情形一定要知道。点知道？经书唔读唔得，读经书就知道啦。唔读经书唔知嘅，时时读。 时时想佛嘅教训，我哋点落实？点将佢发扬光大？点传俾后人？等佛法世世代代兴旺，要常存呢个心，我哋就有智慧。

唔知道嘅，睇句万德容易懂，明照万德咁意思深啊，所以叫德本呢、這个名号最重要嘅，唤醒自己念呢句。 阿弥陀佛，或者南无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系边个？阿弥陀佛系自性佛，自性弥陀，唯心净土。 所有法成法都叫阿弥陀佛，点解啊？阿弥陀佛嘅意思系无量国，边一尊法唔系无量国？连海贤老和尚讲：我乜嘢都知道，呢句乜嘢都知道系咪无量国？ 你先知道明照万德啊。呢句佛号，自利利他嘅是社回光照自己嘅人，真嘅德本佢种植落去啦，佢冇白念。 点解啊？佢能得念佛三昧，得念佛三昧嘅人一定开悟，无论大悟、小悟、切悟，都系得。所以明确实照万得。我哋每个学佛嘅同学都懂一句话。 实际上系似懂非懂，修积功德、积功累德，都知道。我要积功累德点积法，唔知道。每日做好事行善。 素食、放生、做呢啲，唔知呢啲系有德嘅，好少，比唔上念佛。念佛明照万德，你嗰啲小德通通喺里头，冇人知道，真正知道嘅人。 佢人会搏命念佛，王念走路居士晚年往生前半年，一日念十四万声佛号，咁系表演俾我哋睇嘅，系喺度表法，叫我哋睇乜嘢？明照万德。 咁先系真正积工女特啦，不可思议嘅。修行讲功夫，功夫从边度见？从周围环境上见。 六根喺六层境界上见，见你嘅功夫，你系咪又得？得系乜嘢？得系善，善系乜嘢？三归五界十善，六和。 三学六道都系善，善就系德。我哋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同善相应定系同唔善相应，冇所谓善恶嘅时候。 系同无名相应，无名系六道生死嘅根根本，过悟系成佛作祖嘅根，觉就唔迷，迷就唔觉。 点保住我哋自胜觉？咁就系、是、六根喺六层境界上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被嗅向，舌尝味。 新嘅国足，甚至义嘅知第六意识，佢嘅对象是知呢啲作用是自然嘅，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点呢？明白放心上。 咁就叫做业啦，咁就被污染啦。要知道真心唔接受污染，接受污染嘅系妄心。学佛嘅人都听过一句话：阿赖耶里头。 落谢种子，阿赖爾系乜嘢？系仓库储藏室。六道凡夫，从天堂到地狱，冇一个例外。每日唔知做几多业。 都储存喺呢个资料室里头，叶集种子呀，呢样嘢麻烦。遇到缘佢就起现行，呢个遇缘起现行就系六道轮回，佢出唔到去。 生生世世，无量劫嚟，苦不堪言。善嘅种子到三善道受报，恶嘅种子喺三恶道受报。六道轮回从边度嚟嘅？就咁嚟嘅。有冇呢种事情？金刚经常讲得好。 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真嘅，佢真嘅系个梦幻泡影。梦幻泡影叫你唔得安心，叫你心慌意乱，你点好？叫你苦不堪言。